这是我结合到这个病理尸检照片，然后还有体表的一个尸表来看，它是一个失血性休克的一个表现导致的一个死亡。整个案情为什么会有隔空杀人这么一说？因为现场是很符合他当场毙命的一个表现。刚刚看了尸体的温度是36度，那么我们刚刚从那边走过来，如果说是真的存在隔空杀人的话，地面上的一个血泊是没有的。他就是这意思，就是说隔空杀人的时候是不成立的，这个时间和这个时间不对称，对不上。他在你杀他之前已经死掉了。你们别管那么多了，我恨他们，我的仇恨这种力量是胜过所有的这些科学的。可是你这个话怎么说？爱科学是什么？没有这个是等一下。什么？完了，已经忘了自己的名言。没有科学，爱是无力的。所以诗诗刚刚口中说的这个隔空杀人，它是完全不成立的，跟我们结合现场的一个现勘表现。所以你在说谎。我没有。我们先认他没有吧。不用跟他反驳。这个死亡时间，杀人房温度一般在40度，可能50度，现在是室温是36度。从理论，他在桑拿洗的时间应该是温度超过36度以上，这样降下来的话，他这个时间可能要另外推断。就从常温来说，他应该死亡时间大概是1.5小时到2小时，大概最多不超过3小时。那这个时间可能就更长。那么这个长的时间，就有一些人可以在中间。可以制造混乱。一个男的只有一刀致命，要么是熟人作案，要么他有中毒的可能，可能我们要检测酒精和毒物中毒的情况。